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Alter， 我是尹山，我是小贾，我是小恩，我是凯西。好，那我们又再一次聚集了啊。OK， 刚刚有人说要好相遇，麻烦示范一下。怎么示范？我都讲说我是小贾，然后大贾就是大贾。好，那现在鬼压机蛮多，大家都抽大贾，小贾。每一场都这么说吗？对，效果都还不错，所以我都没有办法抽到大奖。好的，那在尾牙季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有一场表演了，在1月22号晚上7点到9点多，在百乐门就在那个世贸长福大楼50楼的旁边的钓虾场的旁边。好，那是一个独立音乐，很多party会在那边去进行演出的地方。那我们这次的共演团体呢，不是只有我们祭坛音乐而已，还有我们礼拜三的音乐团体竹内人生，编制庞大是吗？非常大，个是高手，无法想象。所以算是还蛮新鲜的尝试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挑的歌曲相信会对大家会有很好的帮助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药一样。好，所以呢，话不多说了哈，那希望大家能够在1月22号晚上7点到9点播出时间，一同来享受这个福音的盛宴哈。OK， 那个我们的主题叫那个The Journey of the Voice， 声音的旅程。还重点要讲说要买票，买票哦，要买票，对，要先订票，不然到现场秒就会比较贵一些些。好啊，买票的部分呢，预售票是250，现场票是300块啊。OK， 那个这个部分呢，如果你想买预售票的话，请洽各个乐手的脸书啊。OK， 然后你可以直接私讯给那个我们粉丝团的那个私讯。那我们会把名单记录起来，你当天再直接跟店家讲就可以了，我们会把预售票留给你。这次的活动还蛮特殊的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广邀各种不同族群的人来慕道友或者是其他的朋友，大家都可以一起来。好 ，OK 啊，这是我们这次的宣传。好，那希望大家，我们到时候见，谢谢。
是我的事。